加了一块 Beyond Burger 进去，就给它先浇一点那个大豆蛋白粒的那个腥味，会比较去除。这因为都是冰在冷冻库，那我们要把它做成酱的时候，就把它给用煎的，把它煎散。这个大豆蛋白粒跟这个 Beyond Burger 这个排煎稍微干一点，然后去大豆蛋白粒中和它的味道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加一些番茄粒，就是很好吃的素照酱。我们把番茄粒放下去，加一点这个番茄，一瓢的番茄酱，然后这个两瓢两汤匙酱油，还有一小瓢的豆瓣酱，加一点胡椒。加一点水，加一点盐，香菇精，如果想湿一点，再加一点开水。这就我们今天这样子先煮好的素照就可以加在面里面，把它倒出来。先把茴香炒软，再把这个熬菇炒软，再把红萝卜放下去，这大茴香就像我们的素洋葱一样，它非常好运用。今天是用泡面的面体来做炒面，因为有时候想吃泡面，那我们不用它的酱，我们用泡面的面体，不仅可以满足到我们吃泡面的欲望，然后我们又放了很多营养的蔬菜进去，然后把这个面烫好的面拿去拌一下，然后我放了几块的素叉烧，
很好吃的。好，炒好了，我把它放在盘子上面，我们再把酱汁浇下去。这拌饭也很好吃，如果你不加其他的菜，直接拌这个素燥也是非常好吃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营养丰富的泡面，做炒面，你青菜用烫的拌一拌也 OK。要来吃了好吃的泡面哦。希望您能支持 OffTalk 轻松生活频道，赶紧订阅我们，并按下小铃铛及分享影片，谢谢您的观赏。